南昌站在西九龙公路桥底的填海地上面，富昌村的对面，是港铁东涌线和西铁线的转车站，地名是由附近的南昌村而来。它有五个出口，通往富昌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连翔道、南昌村和南昌站巴士总站，同埋有四个月台，分别去东涌、香港、屯门和红磡。南昌站在2000年动工，由九铁公司兴建，在2003年12月20日配合九广西铁通车而启用。当时南昌站是西铁的九龙终点站，而这个站亦曾经是地铁公司和九铁公司唯一的共用车站。但在2007年两铁合并之后，这个站就统一由港铁公司管理。2009年8月16日九龙南线通车，西铁线由南昌站经过柯士甸站和尖东站延长至红磡站。同一日，东铁线的终点站就由尖东站缩短到红磡站。南昌站主要是被乘客转乘东涌线和西铁线，不过由于车站位置远离深水埗闹市，除了转车的乘客外，就主要是南昌村、富昌村的居民，以及在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翻工的人士支持。南昌站 B 二出口的出面有一个巴士总站，停了九巴12A18、新巴796C、港铁巴士 K16、专小巴10A。九巴和新巴聯營的914和新巴獨營的701、971總站在2003年至2006年間曾經在這裏做總站，之後搬入海麗村。專線小巴75號在2006年曾經名義上改總站到南昌站，但最後總站又搬回來富昌村。12A 往返紅磡黃埔花園，經深水埗界限街、九龍城、土瓜灣、紅磡，它在1956年開辦，速速來往九龍城碼頭至深水埗碼頭。1963年總站由九龍城碼頭搬去紅磡碼頭，1975年總站再搬去紅磡火車站，1978年深水埗碼頭總站因為碼頭搬遷而搬去而家富昌村的位置，1983年因為它用作接駁九廣鐵路，曾經叫做 12K， 但一年之後總站再搬回去九龍城碼頭叫回 12A。 1987年总站由九龙城码头搬去黄埔花园，1999年总站由深水埗码头搬去深水埗东京街，2003年总站再由东京街搬嚟南昌站。12和 12A 都是去黄埔花园，但 12A 要经土瓜湾和九龙城，提供了深水埗至土瓜湾和九龙城至黄埔花园的服务，成为这条线的主要客源。八号往返何文田爱民村，经深水埗、大角咀、旺角、何文田。佢喺1975年开办，当时来往大角咀码头至爱民循环线系九巴第一条用循环线形式行走嘅巴士路线。1983年，总站由大角咀码头延长到荔枝角桥底，亦即系而家嘅美孚，取消循环线运作。1990年，由于深水埗至美孚一段客量比较低，总站由美孚缩短到深水埗码头。1993年恢复循环线运作，1994年改经骏文苑的一段忠孝街，1999年总站由深水埗码头搬去深水埗东京街，2003年再由深水埗东京街搬来南昌站。这条线的吸引力不及何文田服务的小巴路线，除了因为班次较小巴疏，车程比较慢，居民亦都同当时18号没有空调巴士行走有关。但自从18号在2002年开始改为全线空调巴士之后，客量得到改善。在它转冷气巴士的初期是用单层巴士，后来客量有所增加，就改用双层巴士行走。796C 是新巴在将军澳独营的巴士线之一，往返将军澳港铁站，经长沙湾、深水埗、旺角、何文田、九龙城、新蒲岗、观塘绕道、将军澳隧道、调景岭，唔停彩虹至观塘。它在2001年开办，九龙总站原本定在荔枝角，但居民认为车费太贵，每程要收9蚊而反对，总站最后定在苏屋。将军澳总站最初在宝盈花园，2002年总站搬入将军澳站同埋经调景岭站，2004年去苏屋方向改经宝一路同埋翠岭路入调景岭站，去将军澳方向改经宝顺路同埋翠岭路入调景岭站，同埋来回要经将军澳广场。2005年往苏屋方向改经唐贤街，2008年九龙嘅总站由苏屋搬去南昌站。
雖然796C 來回行觀塘繞道車程快過相近的296C， 但是它來回要兜入調景嶺，拉長了將澳市中心出入九龍的時間，同埋796C 的班次是疏過港鐵和296C， 所以客量一直偏低。這條叫做 K16，是港鐵公司開辦的接駁路線，來往南昌站和尖東站之間，途經大角咀、富榮花園、渡船街、廣東道、海港城。這條路線在90年代初開辦，當時是來往這個紅磡站和尖沙咀之間，方便九廣鐵路，即是現在的東鐵線的乘客往返尖沙咀。2003年配合九廣西鐵通車， K16 就由紅磡至尖沙咀的接駁線延長為紅磡站至南昌站，服務沿途地區，並且為這個東西鐵的總站提供接駁服務。當時 K16 是同東鐵、西鐵線都有這個轉乘優惠的。2004年配合東鐵線的終點站由紅磡站延長至尖東站， K16 的總站就由紅磡站縮短到尖東站。由於這條路線直接方便西鐵線的乘客往返尖沙咀，客量一直維持在高水平，班次亦都相當之頻密。但是隨著九龍南線在2009年8月16號通車， K16 和西鐵線之間的轉乘將會取消，而在9月亦都計劃 K16 是會整條取消，由12號延長去海麗村取代。10號 A 是這個總站唯一駐站的專線小巴線，我們在友一村都集提過它。它在2003年開辦，除了在南昌站做總站和不經南昌村之外，10號 A 和10號 M 的行車路線是一樣的。另外，新巴701、701S、702、702A 和971由海麗村開出，都駛入南昌站巴士總站，但在海麗村方向只是在外面的深旺道停站，不會駛入總站。部分乘客會搭西鐵線來到南昌站，再在這裡乘搭701或者702往返旺角或者深水埗。這個轉乘曾經有八達通車費優惠，但到2007年兩鐵合併之前就取消。